改变我的魂，改变我的天，改变我的水，看清世间有我水。哈哈，哎，饮茶啊。多谢。这样，这样。你先讲。你先讲啦。我。啊，我讲嘛是迄句，啊，就多谢你甲祖宗送过来啦。哎呦，你搞不啥呢？啊，你喊人客气要创啥物？搁你甲我讲一句话，啊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远亲不如近邻。啊，当然是好厝边啊，啊，人斗三工者，哪有算啥物事？对对对对。你人袂歹，这以后哪有时间哦？你较常来佚佗。啊，你嘛是同款，啊，都住伫对面啊，尔，你哪有闲哦？我我知影啊。你可能哦，你把腿摇，我摇起来。哎呦，啊你们腿一个，啊等下我家己来卖包啊，啊你可要提包我吃？你给我嚼个面包啊，面熟。迄无同款的啦。你甲试看嘛，那这个包哦，绝对是比恁家哦好较好食济啦。我听你臭蛋，你包了偌好食，恁家的包比阮家的包好食，呸呸呸！你讲这哪会对哈？你无少去探听者，我这殷家的肉包哦，顶港名声下港出名嘞哈，这肉包大粒，阿个饱啊，你呸 Q Q 哦。哪有像恁家的包啊，哦，头工点料啦，啊，唉，细个粒啊无大劲哦，哎，阿个一出啊惊，啊皮哦，遐厚得死无人，所以哦，恁家的肉包哦，才计值咧两仙钱，我送一分钱一分货啦。你是知影啥物货啊？哈，啥物人唔知影讲哦，阮酒家的肉包是真材实料呢，哈。若讲我包的包哦，迄皮是 QQ 啊，阿个侪咬了嘴，搁扒嘴呢。嘿，我是咧薄利多销呢，我无趁想你啦，乌心肝啦，规身躯甲想趁钱，敢若死鬼鬼的。我你讲啦，你哦，若趁袂着，食袂着，你早晚要变做渣渣啦。啊！啊！你这潇洒哦，你哈，你来拢无少趁听者，你也无想讲你即马脚踏什么人客哈，身徛什么所在？竟然来讲话无声事，来甲我当摇尾摇尾，你哦，你甲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啊，点点，你去害你死命了哈！我爱人，你这傲所在哦，我阿你讲，你哦两个只八人大叫来甲你做嘛工哦，你做嘛就唔爱来啦！我阿你讲，对今仔日开始哦，你甲我，你呾代志，甲我无伫代干。你个骗笑的，你走啦，走啦！请人吃肉包，搁母甲规个全代志，哈，好心欠袂少。阿爹，人遐尔好心哦，从祖宗送倒转来呢，你无甲人说多些，就散散去啊，搁甲人挂挂出去，你哦，你实在是。你是捌啥？哈，迄个查某外歹搭地，你知毋知？我看伊吼，还袂输甲巴肚遐摕一只包仔，竟然咱嫌我包嫌甲无一块好，你咧骗笑袂过？看着伊吼，我来硬气啦。这话搁讲倒转，这祖公即马是安怎啊？伊无代志啊，伊只是有一点仔皮外伤尔。伊敢无甲你讲哦？这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阿弟啊，听伊讲哦，敢若是互土匪抢劫，所以才会拍到安尼。哈，啥？哎呦，阿太太伊怎这么糊涂？
二十两哦，迄虽然毋是啥物大钱，哎，要毋过这对阿爹来讲哦，这着阮老费老倌吼，安尼七斤八斤经济包吼，哎，照头安尼经二十两咧。阿爹啊，你袂真开嘴哦，我着知你咧想啥。你是毋是想讲看阿爹会搁摕钱哦，出来甲斗相共袂？嗯。 人咧讲吼，这救急都无救散。我即马吼，煞颠倒有这种感觉。哎，因咧两个兄弟也袂输敢那吼，哎，扫帚摕转坐呢。阿爹，你讲的哪会遐卡听啊？我讲的有影。哎，你甲想看卖，哎，若毋是安尼吼，哎破病哦，哎，破了足严重，啊，若无就是出门哦，安尼叫五百家呢，五千件块啊，大细蕊啦，啊，这里啊，这啊代志，那边个里啊，这啊风波的。 啊，有数啊！迄就毋是讲哦，阿爹哦，无爱甲斗相共。哎，你甲想看卖，啊，最近咧潲洒无啦，对面咧开一间咧肉包店，甲咱咧手生意，啊，迄生意偌歹趁呢。啊，搁再讲哦，是嘛搁加两个兄弟仔来哦，哦，加了两碗面，这实在讲哦，无啥物帮助呢。啊，阿爹。 你看，伊两个人哦，足可怜的，敢毋讲？你一点仔自卑心拢无？哎呦，素华，你著干那会晓规工顾伊两个兄弟啊？嘿，我恁爸呢？啊，我若有代志，你拢无爱替我小想看卖啊？哎，我吼，无要甲你讲，啊，我咧富贵妹吼，足累的啊，今仔吼，莫做生理，啊，我来去休困。素华，你做阿爹的查某囝，你好好啊想看卖。 看阿爹讲我到底是对还是唔对嘞？唉，海年当咧搞笑啦，规工干来要甲我搭吹鼓，想得落去。哼，阿伯，哎。 左右啊，啊你若要甲我叫吼，无是嘛小出一下声。阿伯，我想讲，你又搁要来甲我笑钱啊？左右啊，你安尼精神阿未清，我着搁摕二十两银借你。我一寡迄棺材本哦，就要互你乌了去安尼。啊，你即摆搁要来甲我笑，我。 我嘛爱生活，这哦，这有较困难啊。阿伯，我知影我欠你的银两，暂时是无再来还你啦。啊，遐毋过，好啊好啊，左右啊，这自强要上京户口，还佫有一段时间。你其实你会使趁这段时间哦，你去外口啊加减啊兼一寡有诶无诶头路吼。 小弟，替我做遮尔多，我煞无人斗相共，啥物，拄则你甲阿爸讲话，我拢有听着。我已经想清楚啊，我无想要上京户口。你即摆是讲啥？你无想要上京户口，这是为虾米？阿爷，咱欠阿爸的人情债都无人还，只望我上京的银两，搁互偷去抢去。 我无想要连累你，我嘛无想要阿爸歹做人，所以上京户口代志怎安尼煞去？无用得啦，你袂当来放弃啊！你是一个有前途的人呢，上京户口是你的志愿。
而且阿兄嘛来等你回来公园咱做间问候，你知影无？这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是要安怎去考试啊？不管安怎，就总让偷、让抢、让骗，阿兄嘛想办法让你上镜。阿兄，好啊，你莫搁再讲啊，你还当这么无志气啊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下底啊两个人有话好啊讲嘛。左右，你莫讲骂啊，好不？左强，你先去休困啊。哼！左右，你莫烦恼啦，左强落去，我会去想办法的。你知影无？伊拄才竟然甲我讲，伊无想要上京，安尼我的生命毋都拢白了，我毋着啥物希望拢无啊！啊，不过你拄才嘛无应该讲，就算讲你去抢、你去偷、你去骗，这是唔对的啊。这是我一时向讲出来气话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跟你斗三工。趁这段时间，我也请我阿弟去借温柔来跟你斗三工。素华，我是会欠你足济。你甲我，敢我需要分享清楚心？爱玩耍，看迄个办事，令你若是考取功名转来，知影我有甲斗三工，安尼我就妥当啊。唉，这是我所有的赛车。这哪拢提照伊啊？我哪无提照伊？擦擦，时到时当转。左右，安怎，拢无破绽啊吼？阿妈想什么代志先？阿兄，阿伯讲有贼仔走入了你的房间啦。阿伯，是不是贼仔秘伫阮大兄的房间啊？哼，贼仔不是秘伫遮，贼仔根本就是住伫这个所在。
阿伯，你这句是什么意思？我未明白。你别跟我假呀！左右，你给我偷提金娘，藏在倒位。金娘，你下手都发真紧啊！拄只还伫我的房间偷提金娘，即马竟然走来遮假困。爹，敢毋是你家己看唔着所在？左右哪会知影你有咧藏在倒位啊？是阿伯，是不是误会啊？我差啥物误会啦？会啦！我就敢若知影。我今日虽然无少你，但是你也袂使用偷听的啊！你敢知你这种行为，你真下流、真卑鄙的，你知影无？阿伯，我无去偷听你的物件啦，我拄才伫伫房间看我真露面，而且我根本都无去过你的房间，我竟然无偷听你的娘啦！是啦，我相信左右哦，伊袂做出这款代志啦。对啦，阿伯，你唔通咧怀疑阮大兄啦，我相信阮大兄哦，伊袂去做这种代志，伊绝对唔是这种人啦。你拢阿掂伊！我若无亲目睭看，我袂后袂讲啦。明明就是伊走去我的房间偷摕银两，佮面暗的醉走，这拢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但我自细汉看左右看到大汉，我还去看唔着，无非是我目睭青盲哦。阿伯，你安尼声声句句讲阮阿兄偷摕你的银两，请你摕证据出来啊！行，好，我找予你看。阿三是真啦，左右，可是我女就是伫你家，你嘛紧退出来。素华，刚讲的你也不相信我哟，我哪可能去偷摕你阿姐的银两啦？我唔相信我找无。小弟，阿兄做人你敢唔知影哟？阿兄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左右，你也敢讲唔是你？阿无这是啥物货？这跟我无关系，我唔知影，我真是唔知影。阿伯，走！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阁敢狡辩？我这银两要来伫你枕头下卡，我真是唔知影啦。你，我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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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右，这是你提的哦。我真是无啦，唔是我啦，你来相信我，我是清白的。相信你，啊！不过这温柔，确实是在你房间找到，你叫我怎相信你啊？哎，你个笨鬼啦！你气死我了！阿娘，我甘愿哦，卖去赴考，现在你要做出这款代志出来啦！你哪安尼讲啦？真是不是我，我无啦！左右，你爸讲过，只要让楚强就去赴考，就算阿你去偷去抢，你拢会去做。想袂到，你真是。做出这款代志来，我无啦，我是一时着急，啊，向阮讲出来气话，我根本就无迄个心，唔是我，你来相信我啦。阿伯，我真是无能力。左右，枉费我请用你个这大汉，你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。好，既然你也不信，我就带你来厦门。阿伯，你干了！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我无啦！你这个死仔，我无啦！阿伯，我无啦！阿伯，阿爹，即卖去娶阿妈咧，你是要怎生去寡妇啦？莫讲即卖厦门怪起来，就算厦门火烧厝哦，我同款要来老管老爷，讲我去惹着这个贼啦！大兄，你赶紧承认啊，赶紧认错啊！你叫我跟阿伯认错啊！我都无做，谁来我认错啦？大爷，假使讲咯，你若无偷，你是安怎遐银两哦，伫你房间抄出来啦？你想到这时阵哦，还讲不承认啦？你阿爹咪，根本连你也相信阿爷哦？你这个唔正计啊！你贼狗恶人，你也无少想看卖啊！你明明就家己做唔对，还阁遐尼阿爸？那哩我问你，你细汉的时候是不是捌甲我偷着包啊？无唔对，细汉的时候我是捌偷着过你的包啊。又唔过，刚刚人若一步行唔对，就永远都唔对啊！就永远受人歧视，永远受人侮辱。啊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阁敢敢狡辩？人讲了对啦，这细汉若偷歹牛，大汉就偷歹牛啦。我实在哦，衰到吼，饲鸟鼠加布袋。我还讲，我今日无送你去吼，官府严办哦，今日我才吼弄给你抗议啊！爹，阿爹，阿爹，我拜托你，你别安尼好无？你莫在要动，你若动哦，阿爹连你煞拍惨落哦。阿爹，走！只要你下摆走，你
阿伯，你了解阮大兄好无？祖强，你起来！我因老师虽然无读过什么书，要我是非黑白，我分了足清楚。我是看袂惯伊的行为，这甲你哪有啥物关系？你起来，起来啦！阿伯，阮大兄今日安尼做，拢是为着我。你若不了伊，唔给伊一摆机会，我甘愿替伊去找家。是啊，这世间哪有这种道理？你起来，你阿起来，这代志跟你无关系，无需要你替我求情啦。大兄，你想到到这时阵，还阁安尼心无不服？你想得遐尼倔强啦？你想要认错？你若认错，都无代志啊。你阿点哩？你到底是我讲几届啦？我根本就无做啥，你大家拢经常是我。你要跟我坐遐坐啦，死到咱来管我呀，自由争端，你敢来管我？阿爹，阿爸，我求你，你莫送去管我无，那无一切都都毁掉啦。素华，这，恁这家伙是真是有够好呢，啊三更半夜唔困啊，嘿嘿叫大细声，哎，恁若唔困，我要困。你敢点点啦？起来起来！恁这两个左人哦，捌出乌汉字啊！左右，有啥物代志哦？来去家门前拢讲。阿爹啊！阿爹啊！等等等！哎，无啊，莹莹的头家，啊，你是头壳歹去哦？那左右人遐尔乖，遐尔老实着，哎，伊是做唔着啥物代志，你要甲送去官府啊？我呸！我看哦，你的目睭叫喇叭糊着啦！伊这根本哦，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专门咧用偷提钱的贼啦！哈哈，哎呦，想袂到讲，吼，你也是一只鸟鼠咬布袋啊！哈哈哈！哇，你拢莫搁再讲啊！这件代志自头至尾我拢是冤枉的，我根本都无做。非得清楚如签，除非各地自由公断，我嘛希望官老爷能还我一个公道。因阿爸，要来公堂来行。好，我都唔信牛会爆仓水惊。阿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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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安尼哦，阿爹啊！莹莹的头家啊，啊，你若无带念因两个哦，上无你嘛带念左右，人伊安尼自细汉到大汉，安尼伫你店的安尼甲你斗三工的，这无功劳嘛有苦劳啊，你都给伊一摆机会啦。哎呦，是啦，老狗啊，迄代志想好开啦。你这件代志啊，母乌大，对大家是拢无好处的啦。搁再讲这件代志哦，你若出面头尾知影，迄场面是足歹看的呢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若准讲你要送去官府啦，你嘛着爱等天光啊。你三更半夜你要送去找某片啊，诺啦。听我讲一句话啦，心平气和啦，唔通代志不管大家拆我面哦，足歹看啦，唔通啦。阿爹啊，今天你看到就对的呢。阿伯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啊，好啦好啦，那是家仔讲有指示哦，在替你求情啊。起起起起，讲实在，我和我人不愿我代志母母这大条，也不过我这间店哦本来就是清清白白的，我要来用阮哥一个贼仔住伫这。左右。你这是敢离开？走路唔如何？我拢歹看到你啊！哎呦，唔对啊！这卖去做阿妈呢？你要赶伊走，你是要叫伊去倒啊？傻！你出差伊，迄因家的代志啦。伊都好脚好手，看伊是要去分去赚，去偷去抢，迄拢因家的代志，莫插伊啦。左右，啊你又唔走哩？哼！这是不是我，这是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
死我啦！现在就是无人要相信我，我真是无头的囡仔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是清白的。你是啥古公？你是清白的？是阿爪阿伯囡仔会伫个房间抄出来？你讲啊，是安怎安尼？是安怎安尼？是安怎安尼？你是我亲兄弟，敢讲你唔相信阿爷？阿伯讲七八就挂到你头，证据充分，你叫我安怎相信你？大兄，你讲啊，是安怎阿伯囡仔会伫你枕头卡？你老实甲我讲好无？你别骗我啦！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啦，唔知影。你家己做嘅代志，你也唔知影。大兄，敢讲到这个时阵，你还阁唔肯承认？你老实甲我讲好无？大兄，这个是不是因为我要上家富国，所花高安银两去用手机，你才去偷摕阿伯银两要给我，对无？小弟。大兄，你捌甲我讲过，只要我会当上家富国，就算我叫你去偷去抢，你嘛敢做？想不到你真正用这个步数。人讲拍好抓贼亲兄弟，别人会当不相信我，误会我。甚至骂我，连我去寡妇，我拢总无要紧。不过你是我的亲兄弟，竟然连你也怀疑阿兄，这下我最伤心的。大兄，你所作所为，实叫人无法通相信你。好，既然你敢相信阿兄，阿兄就莫对我，你走，你敢走？左右，你唔免伤心，嘛唔免艰苦。你自头到尾拢无唔对，唔对的人是遐丧情骗人、无人性的脚鬼，因才是对不起，因才是罪该万死。拢是遐无血无目屎人，是因对不起，是这社会对不起你。你是甚物人？你哪安尼清楚我的代志？我当然嘛知你的代志，因为我是天上的神仙，月华仙姑。月华仙姑？没错。左右拜见仙姑。左右，你敢知本仙姑为什么会伫这出现？我唔知影。左右，你教我有师徒之缘，即马机缘已经到啊，我才会伫这甲你见面。左右，你听我讲，这世间上的人，往往只敢看表面，敢若伊家己目睭所看的，就去断定什么是是非对，也是不对，唔肯去调查代志的真相。正义道德已经完全拢无啦，所以这世间上才会有这么侪苦难，甲种种不公平的代志发生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下凡来找你。要将法律传授予你，通好予你去行侠仗义、除奸去恶、扫除这世间上种种对你无公平的事。仙姑要教我法律？左右，以你的资质，佮加上你有食过千年何首乌，我相信你真紧就会恶行法术。千年何首乌有这么大的功效？无唔对，
左右，你一定感觉真奇怪，为什么？你得学习倒来，因为你的体内有千年何首乌的灵气，假使你若是无引导，互精气循环，那呢？这精气在你的体内留伤久，不但对你无利益，等到是咧害你。到时阵，你可能会气血离形，筋脉薄裂离毛。什么？这么严重？所以，我要将我所有法力拢传授给你，你敢愿意学习？我愿意学习，左右拜见师父。大兄头戴阿伯的金章，虽然阿伯无要阁追究，但我做的小弟，我无迄个面子阁留落来啊。以后家己也较保重的。祖公，你过几工就要上京赴考，你即马要离开，敢讲你无想要考试啊？我无想要考试啊，我嘛无迄个心情去应考。祖公，你唔当遐尔失志好无？而且阮阿爹也无咧怪你啊。你唔通走啦！素华讲了无唔对。阿爹，今年啦，你家考分一个啦。左强，唔对的人是恁大爷，我根本就无怪伊意思。阿伯，阿伯唔是一个无讲情理的人。这个囡仔你提起。阿伯这，左强。我无啥物要求，我敢希望你高中倒转来时阵，你千万着爱记，唔通甲你的祖产阿兄相认。阿伯，你要哪里讲呢？是啊是啊，你开始讲就无意思啊啦。啥物你咧会无合情理的要求？迄人古早人嘛讲一句话呢，拍好俩惨嘛亲兄弟呢。你来拢叫祖公唔认你大兄啦！搁再讲，迄左右会甲你偷来认你，嘛是为着因小弟啊，对无？阿弟啊，我感觉子大娘伊讲了足有道理的呢。祖公，我阿弟伊吼就是出迄个嘴，无迄个心啦，你都莫放伫心肝内嘛。我看安尼好啊啦，过几工哦，你就去找你阿兄。好叫阿兄跟我阿爹回信嘞啊！我阿爹去自然就会消啊啦，而且我阿爹嘛不是遐尼爱计较的人嘛。是是，啥物我都无计较。好啊啦，啊老大人唔当安尼起性地。好了，这行啦行啦，行啦，来来去，行啦。哎哎哎哎哎，喊他们，喊你，哎，这样的生气。对啦，左强，你拄只对恁阿兄出去，伊敢有甲你讲啥？阮大兄态度到即摆还是真倔强，一定肯承认是伊偷的。我嘛是叫伊赶回来。那安尼，伊到底去倒？我想，伊会倒回去破草厝。那安尼，左强，我，我是讲，过几工吼，咱做伙去看伊啦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，到时阵哦，我嘛要去哦，我嘛要去哦，唔通袂记我哈，我嘛要去哦。大兄，先说你唔肯认错。是安怎嘞？左右，即摆换你试看卖啊！是。师父，为师知影。因为你体内千年何首乌的灵气伤过重，所以你必须要放一寡出来。放一寡出来？对啦，师父，顶间阮小弟心念重病，我有把话给恁，是毋是？我即摆我放一寡话出来，安尼就用一啦。无唔对。
好，安尼用一无？已经会用一啦。对啦，左右，这几天为师教你袂少的法术，你着先回去好好练习一下。是。还佫有，你已经破走珠啊，为师已经替你整理好势。确实，你若是佫有甚物需要，再佫甲为师讲。多谢师傅，我甚物拢无欠啦，安尼已经麻烦师傅真济啊。过几天啊，我会佫教你佫较高深的法术。你着先回去上这法术，好好练习。是。你去吧。想袂到迄个臭小姐这么好骗，我凊彩讲两句啊，伊就抓准是真实。崔大哥，你紧将这碗花啉落去。这个千年好修哦，果然无假。我将这个臭小囝的血啉落去了，感觉我的功力搁恢复了。恭喜崔大哥！雪莉，你为啥无爱将这个臭小囝的血拢放掉？咱两个挺好啉落去，来增加咱两个功力。哼！哎，我叫这个臭小囝将血拢放掉，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杨哥，我想要利用伊。来和卢洞宾含混将死。咦，奇怪哎，啊这投诉宫的练丹房内面竟然无个半个人，嘿。要牵一下交情，甲这李老骨讨一粒啊丹丸，先看这丹丸练好未？嗯？大胆，竟然敢偷提仙丹！哎呀，卖乌白讲哦，啥物偷？我不过是要甲拍开起来看，神传汤饭过去偷，我要抓你治罪，抓我！哎，你来知影哦，我甲李老君是真有交情的哦。点去，啊，搁唔作秀就罢。哈，恁这两个道童真正是有够白目的呢，看我那手里哩。哎，无，但是安怎对啊？啊，小英拄好偷了那个钱袋，我偷了拢还给啦。哎，大肥婆，小人拖啊！啊，你遐无财无志，甲这两个亲人拍下创啊啦！你都唔知啊，这两个赌徒哦，小到白目的呢，我计无好该收你钱哦，一口开袂消。喂，哎，小人拖，喂！多吉兵宝，太上老君。陈雕。小李，你速度从仙丹和小凤吃落去，那是老君怪罪了来。你哎呦，什么老君？这道士宫也无什么了不起呀。我再讲，那是那丹丸给你炼成了飞出来，我不过是顺手和小凤吃落，这也无啥啊。小李哥啊，啊，你安尼做办呀？玉帝知影变安怎？哎呦，你免烦恼啦。哎，小五能吃到这个丹丸呐，算起来也是机缘巧合，是小五自家爱吃的。假使讲玉帝若真正怪罪落来，自然有我将李权来打。哼哼。你要勇气。玉帝有旨，将李权宣传道士宫，先出仙丹，拍上仙道。应该拍回凡间利益。太白神君，这件代志是因为我道童所引起的，洞宾当然有责任。是啊，神君，你莫怪神长啊，你要怪怪我就好啊。太白啊，这玉帝这罪吼，嘛判了伤重啊呢。
香果，你使用中立权私闯投诉局冒煽动之罪，罚你倒掉蟠桃树，跨手蟠桃。在这中立权立即归来之时，也就是你刑满之日。啊，连我有代志。太白神棍，董斌想要纠结兄弟。董斌，张果甲中立权处处受奸细效果。玉帝希望借这摆机会回到凡间历练，解决一寡问题啊！哦，那安尼我知咯，一定是玉帝伫这个凡间有啥物代志无都解决，所以才要叫我落去对哇？啊，既然阁是安尼哦，想要让我倒掉蟠桃树啊！恁两个心结作伙，唔只会达成安尼，也唔紧累。仙家，仙君，你应下凡去，等你度化初幼了后，才会来帮助钟离权啊。是，小五，在。小五，你为人十分忠心，如今卖去服下这仙丹，嘛有半仙之体，你就对董斌对去。是。哎，你要度化的人，千万唔通用任何的法术，知影？遵照法旨。去吧。钟离权啊，钟离权，玉帝思路引罪下凡，我爱你去斗三工，是要引导这思路倒来天庭啊。今麦时机还袂到，咱尽管去。三大神长，你今日选一个好时辰投胎，历劫人间的生老病死，顺利通过这个考验，再归于神班。本来是要甲小五讲，千年好修好已经互左右截掉，想袂到，竟然惹出一场风波。如今我身负将你淘汰的代志，唔知左右是不是平安无代志？唉，我必须要度化伊，阁袂用用法术，希望伊平安无代志。小弟竟然拢无来看我，就连锁环员拢无爱插我。阮真是参照师父所讲的，世间上的人，眼光拢这么浅薄，拢这么乌白不分。
兄，现在你唔肯倒转来甲阿伯认错，唔肯倒转来教斗阵，甘愿一个人孤孤单单住咧遮，敢讲真正变啊，变做一个我无熟悉的大兄。水水买的，无啊，无，提到这包遐大包，我知啊，这内面一定包啊吼，你买去看左右对无？哎呀，免烦恼啦，我袂甲你出卖啦，你看，我这嘛这么大包呢，这内面拢包啊呢，我是买去吼左右吃的。吴春，你嘛是要去看左右的？是啊，啊唔过。我唔知影伊人即马伫倒呢。嗯。哎，我看你安尼哦，你一定知影伊伫倒对无？嗯，啊，你是够安怎啦？其实我即几工哦，拢就想要去看伊的呢。啊，不过我后条都不准我去。哎呦呦，莫管恁阿爹啦！我甲你讲啊，不管别人安怎讲哦。我相信左右绝对不是歹人。哎，紧讲啊，伊即摆人伫底，恁通去看伊啊。嗯，伊啊，就住伫咧东边沟啊一间草厝内底。安尼，你看到啦，行。小戴。阿爹。素华，你这是咧创啥？是毋是要去看左右？阿爹啊。素华，啊，你乃先讲都唔听。阿爹，就算我左右，才是偷摕你的温柔，遐嘛是为了左江啊。爹，你着原谅左右一届嘛，好无？是啦是啦，伊用个头家，啊，我看你都毋是迄种鸡仔肠、鸟仔肚的人啊。啊哦，哪会安尼？你若真正是安尼的人哦，我甲你讲，保证你安尼，只一个撮起来哦。你这个三八查某，你讲个啥物三八话啊？我哦，无将左右哦送寡妇，都已经对伊真好啊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安尼辛辛苦苦请养伊两个兄弟的大汉，为着左江要上京赴考，我摕二十两银给伊。搁再讲，左江伫咧破病时阵，我活了开真侪银两伫个。想袂到，左右这个囡仔竟然稳重守报，甲偷摕我的银两，而且出去才侪工，也唔等来甲我回信嘞。哼，像这种无用稳背伊的人。难免唔茫我原谅伊哦，都后世人啦。阿爹啊，你，哎呦，哎，你回家创啥？阿娘，哎，阿娘，啊你今晚是要好相面没啊？阿多哦，我听着闹交啦，啥物咧火气足大个，我唔捌讲想甲抓一下降火气的苦茶要互你吗？哦。看车！哎呦呦，阿娘，想袂到你阁会抓地，予伊爷头家啉哦。管啦，点点啦。老实嘞，今晚苦茶紧啉落。歹势！哎呦，当你歹势啥啦？紧嘞，紧啉落吼。谢你。多谢。嗯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好好，我那啉。等我先看啥，要来去顾店。哎呦，阿娘，等你看我胸坎这包遐大包嘛，知影？这内底拢包啊呢。我是要摕去给左右吃。啥？你要给我摕包遐左右吃？好，你个死查某鬼啊！我先讲，你讲唔听，你是贼人呢！我唔准你去找伊，赶紧去顾店。哎呦，阿娘。叫你去，不要听信。嫂啊，你嘛同款，入去。
了。起不起？刚才看啥？老师啊，我想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来问你。他有代志，你做你问啦。是讲恁查某囝，伊是咧教一下。嗯，啊，当然嘛是教伊做工啊。教伊做工，啊，那安尼，哪会遐尔关心左右的代志啊？啊，但你问这嘛咧趣味，但是左右是做工的阿兄，啊，因三个自细汉斗阵大汉的，嗯，啊，就互相关心一下，哪有啥？啊，你来讲，我就了解。啊，是讲，他们真是拢不爱原谅左右哟。这就是讲，我唔原谅，实在是左右这个囡仔心肠太硬，我都无将伊送官，伊奈唔肯倒来甲我回死嘞，真后悔，我是变哪吞的咯。老师嘞，卖气啊！我咧想，反正无那鸡卵糕就倒来啊。鸡卵糕都是祖宗的科技啊！假使伊来也唔倒来，我是恐惊的，因两个兄弟也无法度搁见面。啊！即马生还袂出来，你讲安怎？生袂出来哦！啊，你嘛是办法，甲喙赶紧都生出来无啊？哇哦，啥物步数拢用过，啊，就是生袂出来，我实在无法度啊！对啊，你敢去求神拜拜？有啦，我若无去求神拜拜，我拄仔才去庙去求佛才转来尔咧。安尼哦。我是惊看，快快快！先我做，这边呐。钟离啊，你紧时辰，时辰若到，伊就出事。陈教授，你看。投胎啊！唉，将你已经平安投胎，难得咱人间才来看伊。嗯，小，咱即马继续去道化左右。收着。左江，淑华，你，我今日要去看你大兄，啊，不过，搁予我阿爹发现。哎，左强，你今日无伫咧厝，你敢是去看伊啊？是啊。那安尼，伊即摆过来好无？看起来过了袂歹。伊敢有甲你讲啥？无啊。淑华，阮大兄到这个时阵，伊还阁唔肯找阿伯回唔对。我这做小弟的，真正唔知要怎甲伊讲。想袂到你阿兄个性。会遐尼啊倔强，伊变啦，伊真是变啦。对，伊真是变啦，变到无像我的大兄，伊亲像是一个生分的人。是啊，伊敢若变成咱拢无实在的人同款。伊实在，予我足失望的。
对我的误会是这么深，原来因是这么恨我，这么不谅解我。甲迄个讲，已经无要甲你相了。憨到底，你若要遐尼艰苦，师父，我为师敢毋是早来讲过，即、這个世间上的人本来就是是非不分。但佫是我的亲人，我好啊，你听我的就对。左右，你看。这是，这是我对一间大户人家遐提出来要给你。师父，啊，你安尼讲的意思，这个银两唔着偷来？这要哪样叫做是偷的？我只不过是按有钱人遐提一寡银两来服无钱人用的。师父，你袂当安尼做啦，你安尼做是唔对的。安尼做是唔对，哼。左右，你想看卖啊？恁厝无代无志，叫大水淹去。恁兄弟仔两个人流离失所，这敢是对？恁小弟就惊赶去，结果煞凶手，这敢是应当？你无偷提钱，点过煞凶冤枉，这又搁敢是应该？师父。我跟你讲，这户人家平常时啊拢欺压百姓，威风不利，所得来温养，嘛是用一挂不义之财。而且，因甲官府的人嘛有勾结，你敢知影？搁再讲，你讲用冤枉，是啥物人肯相信？卡苏迄个尹老板，那真是将你送官走。你想官府的人？我有可能会替你这善小姐洗清冤枉。因为你的爱，改变我的运，改变我的天，改变。